是啊，我是阿成啊。现在这里是丹霞山阴阳石，很多人来观看啊、哦，啊，好多人拿起手机拍照。我现在拍给大家看看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就这里啊、哦。啊，难得一见，大自然景观真的是鬼火神工啊、哦！有人知道这个叫什么吗？啊，也的确是难得一见啊、哦。不知道各位网友你们看过没有呢？哇，好多人啊！用人山人海来形容，这个景点一点都不夸张。这里是广东韶关丹霞山旅游风景区哦，好多啊，看看，太多人了，人山人海。